抓住绳子，你们就使劲拉，听见没有？到了，到了！来，准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抓住，拉呀！拉！ 俺也没咋练，俺小时候老在山上放羊，经常有个耽搁的羊离群，山高密林的，可不好找的。俺就凭着俺这双耳朵，俺一会儿就能把羊找到。那咱这是迂回到哪儿了？俺肯定，咱们一定从这里走过。 何一见呢？俺记着他呀，刚才那个狙击手把咱一个队员干掉的时候，咱就是从这条道过去的。那你是说，咱绕了一大圈，你又绕回来了？哎，没错。那你还用耳朵听个蛋呀？傻子也知道这儿没人啊。 我的亲娘呀！这绕了一大圈，累得跟驴似的，又绕回来了。莲花，你别说，咱还真跟个驴似的了。哎，你想想，驴拉磨，它可不就一圈一圈，又一圈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哎呀！哎哎。 莲花，你干啥？咱不走了？这一大圈都绕了，也不在这几分钟了。你让我歇会儿，我有点乱。莲花，咱不能在这歇着，咱好不容易摆脱了追击。可是咱又回到了原点，咱得再得抓紧时间，咱不能在这睡觉。啊，起来，莲花。 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说话，我想静静。静静是谁呀？我弄死你！来来来，去去去去去！有人，隐蔽。
是你们啊！怎么了？是你们啊？都回来了。走投无路，只好往回跑。唉，幸福的理由有10000种，不幸的理由总是出奇的一致。是007和0号让我们返回的，他让我们留意着你们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省心了。 007和0号让你们返回的，他们啥意思啊？具体不知道，他俩让我们在这儿等着，说是有新的方案让要和我们商量。新方案？对。哎，慢点。进来。014，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你不是飞过这儿吗？ 我的祖宗，我飞那也是在上面飞，我也没有钻过这下面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哎，来，你放手！我就不放手，我要你上来。哎呀，你要不你放手，我自己能上去。我就要让你上来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像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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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个地上跑的，却对你一往情深的。 苗五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呢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考虑考虑，好吧？你这套我也懂，这叫拖延战术，我也不吃你这套。哎呀，哎，站住！干嘛？ 过来，你这么快就考虑好啦？不过来算了啊！来了来了，蹲下。那个。 为什么？哎，赵小丫同志，再怎么我也是个军人。忍一下啊，我呢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就算是有那方面的感觉，我也不能那么轻浮。 可是你还是疼我的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哪来这么多话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我们是战友，因为我们是战友，所以我必须要帮你处理这个伤口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吗？好好好！你说你这一个小丫头啊，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多想法呢？零幺四。 飞偏了。哦，对不起，猎鹰。猎鹰，我觉得丹鸟和那个赵小丫挺般配的，你觉得呢？丹鸟有个归宿也好。韩浩鸟，我们的任务是救援，集中注意力。 你想受罚吗？明白，猎鹰。嗯，还报不报了？是他吧？叫什么鸟来着？叫韩浩鸟，它的名字叫顾毅。 好像看见咱们了，看见就看见就是了，我们也没干什么。某人又该去解释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你说不舒服，要上卫生间，我担心你了，就跟着去了。没想到你去了战虎的宿舍楼。哼，全看见了。 我全听见了。啊？他说，你跟我一样幼稚。你不会介意吧？没关系啊，喜欢一个人才显得幼稚嘛。只不过
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幼稚，而你是因为喜欢他才幼稚。我挺得住啊，反正喜欢你又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就没搞懂，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呢？这是个秘密。你们俩聊够了吗？哎呦，你们俩吓死人了！来来来，起来，你们俩聊够了没有？聊啥？那七零号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幸亏我们不是狼牙的人，要不然你们俩就死定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搞暧昧？哎，你好好说话啊，别胡说八道。你们组就剩你们两个了吗？对啊。你们组不会就剩你们俩了吧？零幺九、零二零、零三三，他们不会都挂了吧？我们组没损失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动。没动？没动？你看不出来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动谁死。刚才我们就是沿着尸体找到你们俩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往回走。往回走？嗯。我们能找到所有的人，都在起点附近集合了。我们得想别的办法过关。想什么办法呀？先走吧，这是狼牙的埋伏区，快走。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你把话先说清楚啊。我很讨厌你们俩这种交流方式，知道吗？慢点，慢点啊！魏狼，嗯，你确定你的队员没有人主动退出考核？确定，他们手里都有烟雾弹，只要一拉弦儿，就退出了。猎鹰方面没有跟我任何队员主动退出要求救援的信息。奇了怪了，这都两个多小时了，我这边的数据还是十七个。我布置的第二道、第三道防线，怎么连个人毛也没瞧见呢？那一定是你的网布设的不够周密，被人家钻了空子。不可能，要是这点小活都干不好，我们早就集体转业了。李朗，他们不会出意外吧？挂了十七个，还剩二十三个，总不能全出意外吧？你们怎么不玩了？继续啊，时间还早着呢。回来了，俺还以为你们出啥事儿了呢。往回走还能出什么事儿？怎么样，人都到齐了吗？各组的，看看自己的人，有没有落下的。各组都有几个挂的，但是都有数，一个都不缺。嘿，零零七，你那个到底是什么新方案啊？快说说，天快黑了。对啊，你的方案到底是什么？赶紧说吧你。其实呢，方案很简单。我们一起来一个一百公里的大越野。是啥啥啥啥啥？不是说五十公里吗？一来一回已经五十多公里了，再跑回去。往回走，只能是自投罗网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我们继续往回走，沿着出发时候那座山，一路向东，再向北。没听明白。零零七的意思是我们绕开这张网，把路程从一条直线变成一个半圆。时间不多了，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近一点。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除了这个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
我不勉强大家，愿意跟我们走的马上出发，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就得留下。咱们队友一场，各自珍重吧。林林夕，我跟你走。好。我也走。我们是早就商量好的，一起走。你走，俺就走。只要你走，我就继续找。愿意跟我们走的，过来吧。你们不走吗？他们我是不知道，我腿上受了伤，是真走不了了。李八四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大家可以轮流背着你，轮流扶着你。只要你自己不放弃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你。林小九，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直说吧，我不想走，不仅仅是因为这腿上的伤。那你们呢？也不走了吗？行了，咱们队友一场，各自珍重吧。走。他们都走了。我们也向前再走一走吧，死也要死得壮烈一点，不能拖累他们。收到收到，继续搜索，一草一木也别给我放过。明白。二号区又击毙了五个，还剩十八个。费狼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呢？这五个菜鸟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，怪不得我后面的防线没有瞧见人，原来他们就窝在二号区域，根本就没有挪窝。由此可见，其他的人一定离他们不远。我快收工了，准备下一个节目。恭喜你，加油吧。几个小时不见咱们的人，我还以为会有奇迹发生呢。奇迹会发生的，但注定不是我们。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怎么还看啊？林。怎么了，韩浩宁？你还爱着曾子墨吗？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呀？如果你还爱着他，那我考虑。韩浩宁，我以前、现在，还有以后会一直爱着曾子墨。不
过现在的这个爱字是关爱的爱，有爱的爱。报告雪雕，报告雪雕，洞两洞三区域搜索完毕，没有发现新的菜鸟，一切正常。我刚才说了，加油，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发现任何情况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队员。各小组各小组，第一，请确定你们对每一区搜索非常彻底。第二，如果做到第一点，就给我继续往下搜。明确。菲拉，你透底儿，省得我们心里都担着。我什么底啊？没底。那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就问我，我哪知道？我又不是神仙。林英，林英过来了，辛苦了啊！这残局还没交完呢。你知道啊，下不完了。我都替你可惜呀、啊。可惜什么？你说可惜什么？一百多个精英队员啊，被你这么寻来寻去，就剩这十几个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这是搂草打兔子，顺便帮各部队加强一下基层人员军事素质。是啊，现在你们这霹雳火啊，都快变成教导大队了。我觉得你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啊，你战虎训练不比这儿轻松啊，咱俩外号都差不多。我是高疯子，你是崔阎王，我的淘汰率可比你差远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飞行员，否则的话，你会那么心软吗？飞狼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别那么正经了，说吧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于心不忍？你知道的，训练的时候。我是不会手软的。我是说对他，五个小时都过去了，这天也快黑了。说实话，刚才我救援那些淘汰队员的时候，我是真希望能发现他也在其中，但是没有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暗箱操作把他淘汰了，这对他不公平。所以你其实在庆幸是吗？我说你为什么总喜欢揣摩我的心思啊？因为我希望他幸福，因为他的幸福跟你息息相关，所以我必须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我才能确保他是否能够幸福。你这人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会为他护航到底。二十公里了吧？也就是说，距离接应点还有八十公里。也没那么绝对，一百公里呢，只是估计。前面的地形咱们不熟悉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，我们还选择绕道。就算不绕路，谁能保证我们走的是直线？还是盼望着晚上是个大晴天吧，看着星星走，不至于迷路，否则咱们就惨了。
015，你可别吓我，在这深山老林里迷路，那搞不好会变野人的。那我们可真要自生自灭了。大家加油，我们得跟上。我现在强烈建议你将现在的情况向你的上级报告。报告说什么呀？说你的人实在抓不住我的人，申请退出。飞狼，我是认真的。现在我完全可以确定，剩下的这18个人根本不在你给我设定的演习区之内。在零号山区这样复杂的地形中，将意味着什么？你比我清楚。飞狼，他们不会真的绕道了吧？我给他们设定的本来就是一盘死局，凭借一把刀，他们能躲开全方位的立体围追堵截吗？不绕道的话，怎么过关呢？如果他们绕道，至少要走100公里的山路，这条路可是原始森林，什么复杂的地形都有。他们手里可只有一把刀啊，连个北斗都没有，万一要是迷了路，飞狼，风险太大了。要想救别人，先要学会自救。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，首先要自己不怕死。如果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，那算什么呢？
谢。你有多大把握？报告，没把握。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我不知道。你有多大把握？报告，没把握。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我不知道。旅长，我的意见，马上结束这次考核，派战虎的直升机搜索零号山区的所有区域，人命关天，要是真出了事儿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旅长，我们战虎的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可以起飞。飞狼，你怎么看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如果真的派救援直升机去搜救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，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？他们都还是集训队员，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成为霹雳火当中的一员。如果这一幕成为现实的话，对他们个人来说是种耻辱，对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更是难以抹去的耻辱。你这是谬论，你明明知道他们当中还有卫生队员，你明明知道他不可能跟你的特种兵一样，你明明知道他们不能够在山林里在夜晚这样长途跋涉。你所说的荣誉和尊严，难道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吗？在霹雳火，尊严和荣誉当然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。我也担心他们，我不比你好过。那你还这么干？为了中国陆军的未来，我们的未来是要打仗的。旅长，旅长，你干的好事儿。华顿，换了你也会这样做的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没事，都休息会儿吧。我看看，不用了。你怎么会伤这么重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肿罢了。还说没什么？你再走下去，这只脚就废了。你别在这危言耸听。我是医生，我心里有数，没那么严重。下午过河的时候，他就崴了脚。林三三，一直不让我们说。林浩九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当时我觉得没那么严重，谁知道他现在肿了。你说的话前后矛盾。你说了自己是医生。自己伤得重不重你肯定知道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们反对你继续走下去？因为下午过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跳出包围圈。是，我是
不想给自己留下放弃的余地。我不想放弃。林小九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放弃你。没错，林小九，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，现在大家都身处绝境，这种时候放弃别人就等于放弃自己，我们相信你。我来扶你，待会你走不动了，我背着你走。哎，林浩，还是我们来吧。对呀，林小九好歹也算我们一个单位的。等你们被淘汰了以后再去拉山头吧。就你们这体能，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。走，我们走吧。画面跟紧点。他怎么这样啊？每句话都尖酸刻薄的。他主要是针对我。你只是躺枪。切！其实你不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，可你刚刚也刺激到了。他们三个姑娘其实也挺好的。现在不是交朋友的时候。而且我刺激他们一下，对他们也没坏处。我明白了，你在用激将法。看不出来啊，林浩，这么大点个小姑娘，这么有谋略。你别把我说的这么高深莫测，我都是照葫芦画瓢，跟飞狼学的。飞狼，飞狼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当年我跟他特训的时候，他损我比我损他们俩很多了。我当初恨死他了，每天早上起床就把他骂一百遍，然后一整天的活力无限。后来特训完我才知道，他都是装出来的。其实啊，他比谁都和蔼可亲。我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他的好话？没事，我比你了解他。原地休息一会儿吧。林浩九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林浩扶着我，好多了。都能挺住吗？有没有受伤的？有就赶紧说出来，别等会儿走不动了给人添麻烦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这不是指桑骂槐吗？哎，你们怎么样？还行吗？不行也得行啊。你们原地休息，我到前面探个路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走吧。李浩四，你小心点儿。辽五，你跟辽四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啊？这就那样。哎，你这一路走来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哎，还惦记着天上飞的那个呢。哎，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。杠上了，光他还好说，关键人家……哎呀，人家有原配。胡说什么啊？什么原配？那顶多是个前女友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还是把眼前这个搞定吧。他呀，不承认。傻子看不出来啊。
老婆，啊，我觉得俺可对不住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是因为罩着俺，才来到这个地方受苦的。你一直都为了俺着想，要不是因为俺。兽医站当上小老板了，是主治医师。我对当老板没兴趣。兽医还有职称吗？怎么没有？现在在城里，兽比人精贵，兽医院比人医院还豪华。别说主治医师了，主任医师都有，还有专家坐诊呢。那更对不起你了。你为了俺的理想，为了俺爹的面子，耽误了你实现理想，还跟着俺一块受苦。你好像特别擅长自我批评。那本来就对不起你嘛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傻实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来这儿啊，也不光是为了罩着你，不光是。你还为了啥呀？我是想在霹雳火干上几年，等将来老了干不动了，就回家开一个宠物紧急救助中心。现在这宠物不光是闹病的、被车撞的、被别的狗咬的、挂树上的、掉下水道的，什么样都没有。你想吧，咱连飞行员都能搜救，还在乎什么猫啊狗？哎呦，宝贵儿，太佩服你了！蹲住！怎么样了？你这么说吧，情况啊不是很乐观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我记得我曾经在上面飞过，从南到北至少有10公里。能绕过去吗？这片沼泽地是东西长南北窄，这要想绕过去，我们至少要多走50公里。就算能绕过去，时间也来不及了。看来我们只能从这穿过去了。我们是没有退路了。你怕死吗？我生下来就没想着活着回去。尸体混在一起，应该就是这个味道。啊！李傲九，我背你吧。没事，我们轮流背你。不行的，
我体力有限，这个地方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，都是一定会陷进去的。走吧。你看我，能乐观，一定要乐观，千万别忘了你来这里的理想。梁二四，乐观是我教给你的，我怎么可能不乐观呢？ 我非常乐观，大声吼！梁二五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乐观呢？哎，你看你那张脸，都挤得跟苦瓜似的。那我有吗？那是，你要不挤个苦瓜脸，那还不难为你？我真的很乐观，我特别善于苦中作乐。要不我唱首歌给大家听吧？啊！ 好，朱毅，来唱一个，唱一个。来一个，唱。哎，那跟你们说啊，零二五唱歌可好听了，在几位联，在俺们几位联那个联欢会上，零二五唱歌那都是压轴的。啊，是吗？同志们，那我们请零二五给我们唱首歌吧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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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我用不上力气了，林林奇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你真的有女朋友吗？你很爱她。 别动！我知道了。我是想，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看。这样啊，一会儿我数到一二三，你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，这样一来呢。 会加快你下线的速度，但是你不要管，你只要感觉绳子透过你的双手，你就死死抓住，听见没有？看到林浩抓住绳子，你们就使劲拉，听见没有？啊！到了，来，准备，来，你可以的，一。 抓住！拉呀！拉呀！抓住了！拉呀！林浩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加油！ 加油！你笑得出来？乐观，乐观吧。能不能不哭啊？我没哭。 是泥水。林浩，我真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我很爱她。那你就忘了我刚才说的话。 不准跟任何人提起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抱歉，打扰了。哎，哎，问我干嘛？能不能给我点思想准备啊？林林七，谢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 够悬的啊！你吓死我们了！咱们赶紧走吧，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了。哎，我们腰带呢？来，解开，解开。腰带，腰带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 从今现在过河流在巴来，轰轰烈烈盛满城头来。海水中的钟声。哎，你这神经病啊你！这唱成这歌了怎么？有人喜欢听啊？谁啊？李二五，你闭嘴！ 报告！出发！出发！哎哎哎！哎，你慢点！哎。
觉得我好像没戏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是零号和零零七女友之间的竞争，没我什么事儿了？我可以这么认为吗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想开点啊！乐观，一定要乐观。都说聊天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其实优秀的男人也挺烦的。走。挺伤的。哎，林云熙，来，我不用了，后面狼多肉少，你分给他们吧。谁说是给你的？去给人送去。大家跟上了，小心。为什么是我呀？一大老爷们儿，没看出人家需要安慰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啊？这刚才大家都听见了，那就算是没听见，看都看出来了。你听到什么了？你听到听到，人家林浩爱上你了。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，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？啊？这拒绝一个人有那么多种方式，你干嘛非得要选择一个这么残酷的方式呢？人家林浩这么高傲一个女孩，于心何忍呢？你，林幺四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真的不是有意拒绝她。啊，我有女朋友。啊，我真有女朋友。哎，好，就当你有女朋友了。女朋友叫什么？哎，今年多大了？哎，在哪个单位上班啊？李幺四，你怎么那么八卦呢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你这个人吧，你编有什么意义呢？大家都明白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说实话，我特别讨厌你这一点。你说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这就不算是知己，那也算是哥们儿吧。李幺四，我懒得跟你解释，你爱行不行？干嘛？哎呀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俩真是一样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哼！来，给。没胃口。我跟你说啊。吃这个可不是为了胃口。那我也不吃，我体力跟得上。你蒙谁呢？在泥潭的时候你都成强弩之末了，要不然你不可能抓不住身子。你还跟着我干嘛？我跟你商量商量。说。咱俩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了。跟你什么事儿啊？装什么呀？又没有外人，坦率点行吗？你说吧，怎么办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咱们俩打来打去好几个月了，差不多了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对你印象挺好的。那我再说一句。可能让你欣喜若狂的话，要是我没女朋友，我真会考虑你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俩爱情不成，友情在，以后都是一个队的战友，你没有必要天天掐来掐去的，针尖对麦芒，是吧？林明琪，我有一个要求，这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。如果你答应我，我们以后就能和平相处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没问题啊，在所不辞。我要是做不到的，我尽一切可能想办法满足你。等你有空的时候，带我见见你女朋友。你怎么了？这个要求很难吗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见见她，我绝不干涉你和她的事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说为什么？难道我有病吗？我说的不是人话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没必要瞪我，你又不是傻子。我只不过想见见他，看见他和我的差距，我就死心了，就死而无憾了。你跟他比一点都不差。那我要见了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你至于吗？这么小气。我不是小气。那你让我见他。你见不到他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不在地球上？他是在地球上。可是我找不到他了，我都见不着，你怎么见啊？你就是小气。飞狼，距离考核结束时间只剩下一刻钟了。我们战火已经做好准备，只要时间一到，我们马上开始搜救。还有十分钟了，你不能保证他们安然无恙，我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他们。在这个时候，早一分钟都是希望啊！天天这么装大尾巴狼，很过瘾吗？每一秒钟，我都在祈祷奇迹。你就是靠祈祷带兵啊！我不靠祈祷带兵，只是没有放弃希望。我以前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冷血动物呢？他们未来是要打仗的，你少拿这话来唬我。是他们，他们回来了。奇迹啊，旅长，这不是奇迹，是我训练的他们。想让我表扬你就直说。旅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到了。乐观，大家要乐观，谁都不许哭。飞狼，
这就交给你了，完成考核以后，我在指挥部等他们。是，魏鹏，那我也去准备下一个简历。啊，辛苦了。 你是不忍心看他吗？他好像受伤了，一瘸一拐的。我不忍心看的，不光是他，是所有人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我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他们。别人我不管，我会劝他退出下面的考核。 是吗？没事的话，我们去找飞龙报道了。你走。一场这种考核不算丢人。谢谢你，我能坚持。 退出吧。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继续下去？你有什么理由让我退出？我没有理由，算我求你了。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 你以为他就不想你退出吗？ 你不好吗？我来这儿不是经过您同意的吗？我同意了，你就能来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？会有人很心疼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做太自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用这么辛苦的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，你的理想、你的事业、你的爱情，你什么都可以得到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林阳。 你说的是故意吗？丹鸟，你真呆呀！我先过去了。
小心。刚才有人跟我说，你们创造了一次奇迹。我认为，你们只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比较聪明的笨方法，去完成了一次最普通不过的山地越野。如果这样也算是奇迹的话，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能卖出奇迹。不过，你们总算是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了接应地点，没让我和他们丢人丢到家。作为对你们的奖励，给你们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吃饭、喝水、处理一下自己的伤口。你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：是继续还是放弃？选择继续的，我会给你们新的游戏规则；选择放弃的，恭喜你们，你们会比别人活得轻松一点。解散。准备救护，快给零幺九处理一下，他的脚受伤了。零幺九是谁啊？我们队长啊！快，向东运。快点吧，我们还要完成任务呢。队长。郑重地请您放弃这次考核。我是让你来包扎伤口的，谁让你来劝我放弃的？可是你的伤……还要我教你吗？消毒，擦消肿药水，然后包扎一下，给我打一针消炎，再打一针封闭，快点。队长，你不能再走了，跟我们回去吧，我得检查一下你的骨头。骨头没事。队长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除非他们淘汰我。否则我绝不放弃。你们要是不行的话，把药品和器械留下，我自己来。给我。队长，那我还是你出面吧，和他好好谈谈。他的伤确实有点严重。如果我能劝得动他，就不会等到今天了。那怎么办？想办法。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，尽快淘汰他。明白。在这干什么？赶紧吃东西啊！抓紧时间补充一下能量，我们还有下一关呢。怎么了？你们该不是嫌弃我了吧？反正我不会。林幺九，你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确保你不被淘汰是我们的底线。就算我们整个队伍只有一个人通过考核。那一定是你。谢谢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。你们也休想在我前面被淘汰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不饿吗？来，吃，吃。好了，你们赶紧抓紧时间吃吧。吃。好，来，快吃。来。
还有人要退出吗？没有。好，声音响亮，士气高涨，体能恢复得不错。下面，我要宣读一下你们下一个任务的简报。以下载有两名飞行员的武装直升机被敌航空火力击获，指挥中心收到了飞行员发来的。 卫星求助信号，由于技术原因，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，把他们安全的带回来。是否明确？明确。还有疑问吗？报告。说，我们还带一把刀去吗？不，你们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会还给你们。除此之外，还给你们配备了一个小型的武器库，你们每一个人可以自行选择。 自己趁手的武器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不要和他们交火，因为你们的对手非常强大，他们是飞虎旅的警卫连，驻扎在附近的红箭步兵旅，两个满编营和配属分队，还有曾经和你们交过手的狼牙的特战队员，如果你们要是和他们开火， 就等于是自杀。报告，说，我知道不太可能，但是我还想问一下，我们会不会有空中支援？知道不太可能还问？我们是空降救援突击队嘛，既然是空降，那么就应该有空中支援。而且我们的陆航还是很精锐的。好吧，他们已经被击落了。 还有人想退出吗？没有。好，游戏的规则不变，被俘超过2个小时或者被击毙，将自行被淘汰。祝你们好运。 武器都在车上，你们有点高吧？等会儿。 有这东西，也不用白走那么多冤枉路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，昨天晚上我们从这里向东偏30度，就可以直接绕过那片沼泽，而且至少可以少走20公里。马后炮，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有得有失嘛。咱们要是不入沼泽，怎么能吃得到那么好吃的野生兔子肉？咱们要是不入沼泽，咱们怎么能欣赏到那么虐心的情感大戏呀？
是真心的，昨晚那一幕太令人感动了。林浩，我全力支持你。你支持我什么呀？你和零零七啊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这可是装傻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现在我退出了，全力支持你，你的希望大增呀。林三三，你能不能少说点无聊的话呀？什么跟什么呀？不识好人心。差不多了吧？这些武器装备足够打一场局部战争的。是是是，那个都少拿点啊，那会影响体能的。大家都抓紧点啊，时间差不多到了。哎，你拿着吧。这老古董你拿它干什么？你别看它老，对付敌人的步战车或者机枪阵地什么的，没有比这更好使的了。拿着吧。我不打。零零七，这个还是俺拿着吧。这个零幺四对这玩意有点抵触。哈，我差点忘了啊，这小子飞行员出身啊。俺够意思吧。李莹，尽快淘汰零幺九是你的建议？不是。我猜也不是。真想不明白，谁这么卑鄙啊？这对零幺九也太不公平了。陈行长，我们的任务是救援，做好你分内的事儿，其他的就不要再考虑了。明白，我就是好奇嘛。好奇害死猫啊。可我是鸟啊。好奇也能害死鸟。鸟要是不好奇，不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，怎么能被猫抓住呢？明白。一提他，你态度就不好。遵守规定，不许聊天。明白。